你现在打电话给一个异性的女生朋友，问她今天晚上要不要过夜？没有，想要找你过夜这样子。不要。不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如果没有上班就可以了吗？那有没有女生跟你提出要多人运动？搭讪一个女生，她是两个女生在一起，然后就搭讪其中一个。买一送一。对啊，有点吓到浮潜不是 有清洗的地方吗？就一间一间的，我在其中一间过，然后旁边都有人洗，我觉得那很刺激。今天就来这边。职场上的真心大冒险，你们都有男女朋友吗？我有一个而已。那后面那两个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身材？没关系。对，你应该先脱啊，先想晚点先看裤子，先脱上上衣啦。晚一点啦。快点啦，我先脱。哦，你看他的奶。哦哦、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哎、欸。你有女朋友？对，可是已经过世了。好，开玩笑的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没有女朋友。对吧？最近那个电影，想说这样子比较合到。完全没有人知道、哦，没有人知道，那可以帮我卡掉吗？暧昧的对象有很多吗？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最近是在跟你聊天的呀。我？喂，好呀，好呀，好，那就是跟我聊天，你被我抓住，你就死定了。跟我？好吧，对，没错，这是我的奸情之一，所以我今天也会在玩这个游戏。等下听了被说啊。好，换你。我有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。最多呢还是情场高手，但你刚刚说你是开放式关系，开放式关系，他可以干人，可以干人，但他不是干别人，他只想看我干别人。就是有对情侣想做爱，他就会找你去看，然后你就坐在那边，这样反正你就坐在那边看他们，他会请你，他会给你钱哦，就是来这看他们两个打炮，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这个热情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了类似这种火辣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有个小转盘，上面写好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那就转到人都有。选真心话或者大冒险，二选一。选真心话大冒险。你要真心话。我知道你有非常多的这个艳遇的经验，那有没有女生跟你提出要多人运动？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女生是比较开放的啦。之前去香港玩的时候，在香港怎么搭上线的？对啊，怎么搭的？就是去，怎么可能路边说，哎、欸，现在把仔摊踢？去酒吧，然后就搭讪一个女生，她是两个女生在一起，然后就搭讪其中一个，买一送一。对啊，有点吓到哎、欸。那怎么发展到邀请你多人？酒精的催化下吧。在台湾就不太敢这样子玩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健身的圈子就是工作圈这种生活圈都很小。哦、在国外的话比较自由。之前的炮友都在哪里找你？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吧？第一个问题吗？第一个问题。你想不想知道他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对他有兴趣？来，汤米仔。好好是 S， 你要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当然是真心话啊！你可以接受约炮的时候不戴套吗？如果对方是一个乱一点的，那可能还是戴个套保护自己一下。比如说你闻到味道有点鱼腥味的话，那就先还是先把外套准备。可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很无味的呀、啊？是你做完之后隔一天才开始发炎的。哇，学姐你很专业，你到底懂不懂一些医学常识啊？不是在做健身的，连点医学概念都没有。我就属于接破学派的。所以你是说找很长的鸡兔把它拔掉，趁它在背后的时候被你感受，把它这样干进去，男人还不知道有没有被拔掉？没有没有，要先讨论吧，要不然到时候男人被告，这样会被告吗？你是都被这样对待？我超多下来，男人都超级没品的，干我一次就永久在我身边，应该不会是我男人吧？不会，就真跟你说就不带了，没有吧？这样大家觉得有过吗？过的举手，三二一，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换你。Taco， 我选真心话。喜欢被怎么对待，还是玩什么特别的吗？我就喜欢被打。怎么跟我很像？喜欢就是被掐脖子，自信感。哎、欸，怎么跟我很像、啊？然后拉头发。哦，对对，把马尾的时候这样子往后拉。我遇到的是我就是他拉的，然后拉的那位置不对，就变成闹子，就是。那不能这样子让女生的脖子这样子，这样会痛，一定要往下面一点，然后这样子拉。对，掐脖子也是，掐脖子这边，脖子这边，这边真的会死人。是这里，这边被掐在看。我掐你，对对，掐。还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要发出声音吗？对，这样会死人吗？我要真心话，就是你有玩过在野外？真太无趣吧，这问题。我从十六岁就出来混，你就会没有干过这种事吗？拜托，我十六岁的时候，台大体育馆才穿第一学府啦。所以你是野炮，但就在台大体育馆。错，是七号公园，大安森林公园。
学校的空教室下课那十分钟都是我在学校的空教室里面打炮的时间。那个我们都会照上去找其他那种还没有上课的教室，然后把它锁起来，然后就在里面打炮。那你们有吗？就是浮潜不是 有清洗的地方吗？就一间一间的，我在其中一间过，然后旁边都有在洗澡，我觉得那很刺激。我跟你说，好 ，Tommy， 真心话，你有约过什么最难忘或最夸张的约炮经验吗？我约到一个很高的女生，就直接去她家就看看，然后就亲热到一半摸下去，发现哇，她那家伙比我还大哎，遇到三性，吓到。她有勃起啊？她还没，还没就会有很大，太害怕。然后她就说你又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用试，我就已经开始害怕。她心其实还蛮细的，就我觉得现在的三性还蛮厉害的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，哦，真的有一点，就我的眼睛跟那个耳朵，都是虫，都是虫，太大了。好，准备还是强强？好，我是 S。请问你要选择大冒险？你现在打电话给一个异性的女生朋友，问她今天晚上要不要过夜？好，我打一个，我打一个。好好好。好。好紧张哦。干嘛？没有，想要找你过夜这样子。不要。不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如果没有上班就可以了吗？好啊。好好，那我们可以啊，我们约个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啦。你说如果我明天不用上班的话吗？对啊。那就都可以啊。那跟强强一起可以吗？哦，也可以啊。三个人哦，然后我拍你们两个。哦，好。好个屁！你刚不是带鬼吗？哇，好，后面这些就不用讲了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，抓包，你很辣，抓包很辣。你们这些女生都是在哪边认识的？不外乎就是交友软体啦，大部分，然后有些是透过朋友认识的。交友软体比较快。在交友软体上有什么印象让你很深刻的经验？有一次约了之后，那个妹子，然后追踪她 IG， 我才发现原来她是朋友的女朋友。哇靠！兄弟洞。对，兄弟洞，没有了，没有兄弟洞了，就是跟她说啊，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你是我朋友的女朋友。她在干。对，再干一次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都保留这个秘密。我就关上门，我就忘记了，什么都忘了。你见到他那一刻，你没发现这个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吗？似曾相识，很熟悉，所以很快就可以上手。没有了。他干起来好干。这还不错。你那个朋友是我认识的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那里面的照片都是很火辣的，有很多的私密照的。有人让你玩的是哪一个？你可以跟我们说。不要啦。我想要知道上面如何找到，人家不会知道是我的。闻你的脚，或是闻你的下面，你选一个。闻他的脚，或是我就没洗澡哎，流浪。你要闻脚还是闻墙的下面？脚好了。我脚其实我觉得不是很臭。不行啊，我好。好。快点。要闻这个。对。这个表情有味道吗？有一个脚味啊，算臭吗？还是正常味？正常啊，正常。正常味，穿布鞋的味道啊。OK 了，OK 了，OK 了。